所以这一次在奥运会前的可能是最顶级的比赛了，所以我们所有世界排名前八的选手都会有来比赛，除了韩国的金敏珍和珍他们因为特殊情况然后没有来，所以这一次在奥运会前给我们的一个备战，包括给我和搭档的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信心吧，所以对于备战奥运会。